本来它成人票，学生票叫法不一样，当然有一个不同的，叫生命名单，它价钱还便宜。 但前面应该没有扶到他，把他拉住了，对吗？把他撑出来了。他这个好像不如新加坡先进，新加坡很顶级，是吧？对吧？哎，新加坡。嗯，我觉得。 新加坡，新加坡都比较灵，感觉好。要拿近一点。新加坡的菜感觉挺好的，很多花式。